帝君。帝君。奇怪的地方啊，为什么他们可以进去，我就不能进去啊？三万年，东华，你的结局终究会到来，会按照我的设想一一成真。魔君，有人擅闯禁地。东华帝君，为何要擅闯我魔族禁地？有异状，本君特来查看。查看？帝君可是忘了，这里是魔族，自然由我会看管。是他撞向我的？什么？我前来查看，还没落地。谁知他正好在我脚下，如果你心疼，向太晨宫要求赔偿便是。这魔族的人也太颠倒黑白了，明明是那妖兽想加害于我，看我怎么收拾他。起争执的呀，我不能就这样一走了之。哎呀，凤九姐姐，你过去只会添乱啊！帝君天庭共主，谁能奈何得了他呀？可是，走吧。帝君，你我两族早已休战，各分地盘，互不侵犯。如今帝君随意进出我魔族禁地，究竟是何居心？不打算给个交代吗？我交代。魔君可受得起啊？魔君，擅闯禁地者是一名女子。女子？帝君，交出擅闯禁地的女子，此事便可一笔勾销。如若不然，就休怪我魔族杀伤九重天，也要讨个说法。没看到。帝君，你真当我魔族怕你不成？是是。且慢且慢，旭阳魔君，
你这是向神族宣战吗？如若神族不擅自越境，那我魔族定当不会罔顾当初的约定。但今日帝君若不交出那女子，就休怪我魔族要讨个说法了。你竟然是为了一个女子，想不到你还有如此烈性的一面。我没有看到任何女子。东华帝君，你怎可如此轻视我族？徐阳魔君，此话就错了。东华帝君亲自镇压秒落，用自己的修为封住了这个四海八荒人人得而诛之的魔尊，难道魔族就没得到什么好处吗？连宋殿下所言极是。帝君是什么身份？当年杀我族数十万同胞，多少老幼孩童啊！区区魔族禁地，想走便走吧。魔君何须多言，他们欺人太甚，要打便打。杀杀！不如帝君许你们一个承诺，答应帮你们做一件事，如何？不过是随便答应帮他们做一件事，有的是方法糊弄他们。今日我许你魔族一诺，只要不杀生害命，违背道义，天上地下，说到做到。小精卫，你就不能轻一点啊？我跟你有仇啊，你公报私仇。怎么回事？精卫失误，让凤九殿下误入险境，幸得东华帝君相救。东华帝君？东华帝君？东华帝君好英俊啊！都是些绕口的大道理，所有古书都是这样写，好没意思。